在中国馆，明代两国这儿，这出现了一个大坛子，这是干什么用的？很多人说，哎，大炮在坛子啊，开个玩笑啊，这是一个大摆件的一个大坛，这种工艺叫什么呢？大家猜猜看，马上答案就会有，很多人都见过，这不就是景泰蓝吗？你卖什么关子？对不起，你要真管它叫景泰蓝，那就完全错了。为什么呢？您管它叫景泰蓝的话，我就说这东西是康熙放乾隆的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来，注意看手电到照的地方，出现了一提款。大明宣德年间，宣德是朱瞻基，景泰是朱祁钰，那这是爹做的，而景泰是儿子，那爹做的东西怎么能用儿子的年号来命名呢？完全是一个错误。他的正式名称叫大明宣德铜胎掐丝珐琅，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？看博物馆里边的文物，我们一定要注意细节，注重逻辑。不觉得